阳光下打盹儿，夜灯下读书。这个角落可以闲来独坐，清茶一壶，也可呀翻翻闲书，给你一份暂时逃逸的满足。窗外清风徐徐，草木寒露。一二三，作为三个卧室的中间缓冲带，这样一个半开放的设计显然更加协调，不显突兀。